就是有个清除，这个是我们额外写的哈，反正就是写一个，就是一个程序嘛，sub 哈，这个 sub 就 range 哈，反正我就把这个 range 里面的资料给清空嘛哈，就是从 B2 到 F，反正 F9 吧哈，这里面的话是 clear contents 哈，那再来就是怎么样留下个数嘛，按下去啊，每一个都可以，哎，有没有？那基本上这个程式撰写哈，基本上就是里面我是做什么？我基本上就是其实也不用重写了，因为我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讲过哈，你第一个呢，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或者第二列到第九列，for i 等于二到九，next 输出到哪一栏？输出到 B 栏。那可是哈，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已经写好那个 function 吗？那其实 function 哈，哎，你也可以用 sub 去呼叫 function 就好了。所以 function 哈，哎，这个 function 什么？数字个数函数还记得吧？这个在哪里呢？这个其实就在上面嘛。也就是说哈，我们可以用呼叫的，然后一样丢一个东西给它，啊，它一样哈，可以帮你把它输出哦。OK 哈，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这边有什么留下数字个数函，这个嘛哈，等等的，那这些其实就是用那个呼叫的方法，那呼叫的方法哈，我们看你可以看，跑到这里对不对哈？啊，输出什么东西呢？基本上它会跳到我把那个 sales A 指的就是这个储存格里面的东西丢给这个 function 啊，它会执这一行执行的话，它会按 F8 哈，它会跳到哪里呢？跳到上面这里，然后呢把 A 栏里面的东西 Excel 有没有丢过来，然后让它去判断啊，当然基本上它会。count 基本上就都零嘛，哈，所以全部跑完之后呢，哎，零了，它就 return 回来给谁呢？给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呢就把这个东西丢到 sales B 栏里面，OK 啊，所以基本上哈，sub 的写法还有一种，你可以先把 function 写好，再呼叫，有没有？再去呼叫 sub 啊，那个再去呼叫那个 function 就好了。啊，程式就变简短，然后 OK 哈，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试啊，其他都一样嘛，反正就呼叫，分别把这个，再来就 C 栏，D、E、F 啊，做完之后的话，就有类似像刚刚这个地方的这个效果出现哦。因为我刚刚好像在中断模式，把它中断，这个拿掉，好，那清除一二三四五，OK 就全部完成了，好，OK。那个细节部分哈，应该在云端上也有吧？哦，我也把它贴到那个云端上面，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地方哈，底下就会有一二三，哎，这些啦。不过后来我好像补了中英文跟中文，那其他我想概念上都差不多哈，请各位自行再完成。那再来这个部分完成之后哈，请各位再开启那个我们范例档案里面的，我看范例档我们的。范例档里面哈，那个这个范例档里面的问题是这个，好，你把这个问题是打开来，打开来之后的话哈，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到哈，其实这个范例还蛮简单的，主要就是会有几个重点哦，我把这个先关一下好了，好，主要它里面呢会有哈1月、2月、3月，还有第一季。那基本上哈，我们是希望怎么样，把一月、二月、三月的东西自动按个按钮，帮我合并在第一季里面。好，其实工作以上蛮多类似像这种跨工作表，可能你有好几个工作表的资料，那你希望呢能够按个按钮，哎，工作表合并，按下，哎，全部合并了，OK，那有个清除，好，不过合并过来会有个问题啦，一月份的日期。它只记录一月一号，啊，这个因为是范例，所以是三啊，有没有？那可是问题，你把它合并过来的话，会有个问题，日期一，那下个月还是一，再下个月还是一，那就怎么样？没办法辨识出那个到底这是一月还是二月还是三月，所以怎么办呢？你合并过来的时候，哈，还需要再做第二件事，就是合并的时候增加月份。有没有一月二？有没有一月？这个一月呢，是从这个工作表名称而来，一月一日、一月二日，OK 哈。但是呢，这个名称哈，恐怕感觉好像不太标准了。这个我们应该要一个标准的日期。
可是哈，他却不是给我一个标准，而是给我一个文字。将来我要做一些换算，或者是说做一些计算，可能会有问题，因为文字跟日期还是有差别的，日期跟日期之间还是可以计算，比如相差几天、相差几个月等等的哦。所以呢，我们第三，再来就也许先合并月份不 OK，增加月份，可是增加了月份之后还是不太 OK，所以呢，怎么样转成什么标准的格式？而且这个标准格式还不止标准，还可以套用什么？我们上个阶段那个有没有？民国年加什么？有没有？你会发现两码啊，后面加上礼拜几，实际上里面的资料存的是这个啦，但是外面这个东西是我们加的格式。那怎么样变成一个标准的格式？有年有月有日，另外呢还可以套用一个格式进来，这个格式是我们指定的。是从什么按右键哦，储存的格式里面，类似像这边的哈，可以套用一个你自己定义出来的格式。那这个地方怎么做？好，然后再来就是，做完之后呢，待会也许哈，还可以跟资料库整合，还可以把这些资料哈，全部都汇到资料库，然后再把它抓回来，有点复习前面讲的哈，然后再等等的类似这些，还有个表单，这表单做了什么？有点OK。这个是更新速度啦，因为最后的话哈，希望让这个执行，有的时候你要把资料哈，整个放到资料库的时候呢，它会放很久，那有没有办法让它有个更新进度的一个状态列？OK 哈，因为比如说你 update 到 database，更新可能里面有几万、几十万笔，但是 user 他不知道说你跑到底跑完了没，所以如果你可以给他一个类似像这种进度状态列。那不是刚刚会更好哈、哦，只是他现在可能我那个资料库还没弄好，所以等一下再来看好了。OK，那请各位先开启这个档案，稍微了解一下，待会再来看这个部分哦。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哦。那个第一个合并工作表，那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先不用管说到底合并是一月到三月哪一个部分，反正就全部先 call 到。第四季第一季就对了，所以基本上你们预设的第一季里面是没有东西的。那我的主要目的是一到三月，全部都抠过来。当然将来不一定是第一季啦，也许是哪一年嘛，一整年12个月，或者是不一定嘛，10年20年，反正一堆东西全部都放在同一个，可不可以？可以啊，那只是说用什么方式来做最简单。这个地方啊，当然按下它，这个地方就过来了。那理论上有几个方法。不外乎全部都自己写 VBA，要不然就是说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用录制剧集来修改，也是一个方式。OK，那录制剧集假设啦，如果说有些程式你不会写，你可以录制剧集，然后来修改。修改部分，比如说我今天一月份，假设要拿过来的话，通常我讲一会先切到一月，对不对哈？游标放在这边，Ctrl Shift 向右向下。OK 哈，游标一定是放在那个 A2 嘛哈，Ctrl Shift 向右向下，Ctrl C，Ctrl C 之后呢，把它切到第一季之后怎么样？把它先游标放在 A2，确定先 A2 对哈，Ctrl V 贴上。可是贴上之后呢，你要顾虑到二月份嘛，所以二月份呢，当然你不可能再重新切过去再贴，再贴就盖过去了。所以这个地方哈，你需要知道说如何让你的这个范围的游标。移到最下面，移到最下面就是 Ctrl 向下，有没有？但是 Ctrl 向下呢，我们要贴的时候呢，不能直接贴这里，为什么？因为贴这里最下面一笔会被盖掉，所以你必须怎么样？让它向下一列。OK，所以好，这边的话呢，当然前面的部分录制剧集都会帮你产生，就是你就开始录制剧集嘛，比如 A2 select，然后 Ctrl Shift 向右向下，它会帮你录下来。然后最后 Ctrl 向下，它也会帮你录了哈。不过呢，让它向下一列哈，这个可能没办法录，它录下来可能是什么 range 32.select 了。那所以这个地方哈，你不可能说每个都 range 32.select 啊，每不可，因为它一定会一直往下。所以呢，有一行哈，你可能要自己要稍微记一下。如果要让那个哈，你的
就是列往下一列的话，那其实就是 offset， 有一个方法叫 offset。那哪一个储存格呢？你可以用什么？哎 ，Ctrl 向下之后哦，它会有一个正在被活动的储存格，正在被活动的储存格哦，在 Excel 里面会有个物件叫 active cell， 没有加 s 哦 ，active cell 只会有一个哦 ，OK cell 嘛，啊，我们前面不是 cell 加 s 吗？是集合，可是哪一个储存格呢？那就 active cell 点后面加 offset， 那 offset 刮弧之后的话，如果说你要一列刮弧，先列一，那没有栏逗点零就可以了，它就会帮你怎么样向下一列，啊，后面记得再加一个点 select， 点 select， 所以写法类似像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在云端上我有放，基本上呢最后做完大概目标是这样的。那第一个就是说，请先录制一个单月份的一个聚集。那录制的方法我想应该同学都会了，录制聚集应该没问题了。然后呢并且修改，那录的方法大概就一到，其实一到七是录的，八的话呢是要自己写上去的。 OK， 这一行其实还蛮好用的，这一行主要目的就是说以后你只要录完，但是问题是差一个步骤，让它游标自动向下一列的话很简单，就是这一列。那我们录的话呢，不外乎就是一先选取第几个工作表，所以你录的时候记得就是稍微要把那个我们上面看到的先稍微注意一下，游标先停在这里面，点这边一下 OK 哈。然后二的话呢，就是把什么呢，把游标放在那个什么，先放在第几个工作表，然后 Ctrl Shift 向右向下再切到第一季，贴上向下Ctrl 向下 OK 哈，所以你步骤稍微做一下，然后彩排一下，彩排完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录制哦。录制的方法，录制聚集吧 OK， 按下它，然后名称的话也许你先不要改好了，没关系，按确定。好，聚集一先切到一月，二的话呢要点击 A 二，不过特别注意哦，因为这个滚轮不是会往上，对不对啊？等一下会录到一些不需要录的。点这边一下 ，Ctrl Shift 向右向下，然后呢 ，Ctrl C 对不对哈？切到第一季，在那个 A 2的地方哈，点一下 ，Ctrl V，Ctrl V 之后的话呢，再 Ctrl 向下，再向下一列。好，录完了，录完之后，请你把它停止录制一下。那再切到聚集里面，你会发现这边有个聚集一，刚刚录的，编辑一下。实际上录下来的东西就这些啦，但你可以把它改成这边上面名称，也许你可以把它改成工作表合并 OK 哈，工作表合也许我们名称，我们这个名称我这边叫做工作表合并哈。然后呢特别注意不过它只有针对一个月份，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修改哈。那哪些地方可以修改？这个地方基本上你不可能说永远都是一月嘛，所以你将来你可以把这个一月改成一个数字。其实在 Sheet 的指定方式可以用名称之外，你也可以用数字，第几个工作表。所以将来刚好这样，这个地方这个是第一个，这第二个，第三个，所以你可以跑一个回圈嘛， For I 等于1到3。那如果说你将来的这个数量你想说老师那可是我数量不知道，但是就是总数减一的话，那你可以用 sheet 点 com 去算出总共有几个工作表，减一个就可以了。反正你比如说你有13个，然后减一个那就是12个月好 OK。所以呢这个地方录完之后那当然你这边可以把它改一下，比如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改成叫工作表合并。好，那做完之后这边可以把它改成，这个可以改成一啦，一月。好，那这个里面如果你看到什么 small score 这个可以把它 delete 掉啦。为什么？因为这个 delete 掉没有用嘛，因为只要是你滚轮有卷动的话它就录下来这一行然后游标放在，那当然我是建议啦，你可以这个随时加注解，一这是什么游标放在一月份，二这是什么，三这个是Ctrl Shift 向右向下，对不对？然后 copy
复制嘛，然后再切到第一季这个四，好，假设啦，类似这样，那只要有 small scope 这个可以把它删掉。好，那这边的话五做什么？六哎贴上，好，基本上就把它贴上。再来就是说呢，游标移到什么最下面。第八的话特别注意哦，哎，这个是什么 ？range 32.slate。那如果说将来我一月，哎，三二没错，可是如果再贴二月，那二月再它又跑到上面去，那不对啊。所以这边这一行哦，请注意哦，只有这一行哦，把它改成什么？改成 active sale 有没有？电哎，特别注意哦，这个它会自己跳出来 offset。可以用这个属性，然后刮弧我要移动一列零栏，那后面请记得再 select 一下，这个 select 是 offset 的时候跳下去啦， select 意思游标就帮你再向下移动。可是你想说老师，那我做一个啊，那其他怎么办？你可以在底下写一个回圈 for i， 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 i， 这个 i 不是列哦，这个 i 是表示哪一个工作表等于第一个到第三个 ，enter 两下 next。那你想说老师，那这个三可是以后那个数量我可能就是扣掉最后这个啦，那总数可不可以用那个工作表的总数减一，可不可以？如果你工作表总数减一的那个部分你可以打个 sheet 指的是工作表集合物件里面，点下去就会有个什么，有没有发现点 count 的意思就是说总共有几个，那这边有几个，四个，那可是我只要跑到 三月的减一就好了。 OK， 好，那跑回圈，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搬到中间？可以 啊记得搬到中间之后按个 tab 键缩排一下，缩排之后你想说缩排要干嘛其实这样 for next 就一目了然。我的习惯反正 sub and sub for next 那只是说这个地方里面本来是一月，我把它改成数字。那如果说我今天外面包一个回圈是一到三的话，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什么，干脆改成 i 嘛，对不对那它会怎么样？进来之后帮我选第一个，然后点到它的 A2，Ctrl+Shift 向右向下复制，切到第一季的 A2 啊。不过特别注意第一季的 A2， 不对啊，第一季的 A2， 那如果说再贴每次都贴 A2 不对，所以这一行怎么样？你可以把它搬到什么地方？干脆把这一行搬到最上面去。为什么？因为让它确定在初始的状态先帮我把它复制这一行，先帮我先确定一件事，就是我执行这个工作表合并，确定是不是从第一季出发，确定是不是先从 A2 开始，如果是的话那 OK 了，所以大概就是把这个搬到这边来，然后底下这边的注解可能改一下，反正这个地方底下的注解自己再编一下。那切过来的话呢，因为它从 A2 出发，对不对？再来就贴上，贴上之后再向下 offset， 反正它会一直向下移动，就不用再去管说底下到哪里。好，写完了，我们来 run 一下。基本上我们录的部分呢，其实录的是这一段，我们只有加什么呢？加上 for 回圈 next， 这个应该可以看得懂吧然后还有这个啦，关键的这一行，这个是自己加的。那最后试一下看看 OK 不 OK 啦。那在试之前可以先把这个地方清除我先把它清清除，我想应该比较简单吧。清除我看怎么写，我是写一个不是，我用 range 啦range A2 到1的最下面一列，把它 clear contents 那我们再来 run 一下刚刚的这个 module 2我这边是放 module。 那如果你撰写完之后不确定我不太建议各位直接按这个，因为错在哪里你可能不知道，所以建议什么，可以先按 F8 或设一个中断点在这里
好，然后执行中断点，哎，停住了，确定是不是在第一季，哎，现在是第一季，所以它没有动作。游标是不是先放在 A2？ 哎，现在是，有没有 ？OK， 所以从这边开始哦，然后 for i 等于第一个工作表切过去，哎，有没有？一月切过来了，游标放它的 A2， Ctrl Shift 向右向下，哎，然后呢 copy 一下 ，copy 之后的话切回到第一季，帮我贴上，然后往下移动，再一列。哎，有没有 ？OK， 再回来，再切到呢 ？I 因为现在就变成2了嘛，哈 ，OK， 然后就2月了，一样的动作 ，Ctrl Shift 向右向下，然后呢贴到底下，再移到最下面 ，Offset 一列，再怎么样 ，Next 换3月了，3月 Ctrl Shift 向右向下，好，然后 Copy 贴上向下。哦，不过哈、哦，最后一次好像这个没有意义啦。Next， 不过哈、哦，我是建议最后你还可以再加一行，什么呢？让它因为现在第一季贴完之后哈、哦，它是跑到最下面，可是，一般习惯会怎样？移到最上面，所以建议怎样？干脆你在最后贴心一点哦，再补一个什么 range A2.select， 这什么作用呢？跳到上面去，这样子使用者们哎。看哦，你都贴完了，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哈、哦，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把合并给做完了。OK 哈、哦，试一下吧。哈、哦，反正大概的主要就是先录制中间这一段哦，啊，再来修改。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所以基本上哈、哦，哎，中间的程式其实是用录制句集产生的。程式其实都没有什么，就是主要修改的部分哦，就是把那个 sheet 第几个工作表改成 i， 那最后呢向下之后，有没有 Ctrl 向下哦，再向下一列，那个是我们自己写的啊，其他都是录的，在外面包个回圈哦，所以往后如果说你有一些重复的动作了哦，你只要把其中一个步骤就是。没有重复的那个部分先录好，外面再帮他包一个回圈，他就会自动帮你把那些做完了。哦啊，他当然你还是需要注意一些所谓的除错的技巧了哈。哦